有一个地方，那里什么东西都有两个。两个？两个冬天，两个时差，日夜共存，所以不会颠倒。我手里抓着图钉，等他指给我要钉在墙上地图的哪里。地图上是找不到的，我有些失望。那里的黄昏很胖，清晨是瘦的，两个站在一起很登对。我把图钉轻轻在大西洋那片海上戳出几个小洞，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常住，只有落单经过的旅人。他们去那里做什么？他们思考、走路、拥抱、交谈，就跟平常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有些人会独自离开，有些人会带着另一个自己，回到出发的国度。那里是 Spark， 7月22号在台北 Legacy， 7月24号在高雄 Live 的 Warehouse。我们一起准备入境。